真的难以相信，这么大的钉子是怎么扎进牛蹄里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钉子刚好扎在牛蹄正中间里。修蹄小哥尝试用手把钉子给拔出来，但是钉子扎的实在是太深了，而且缝隙也比较小，修蹄小哥很难把钉子给拔出来。老规矩，修蹄小哥拿来钳子，慢慢地把钉子最后就是给扎了钉子的地方喷上消毒水就可以了，这样整个修蹄过程也就结束了。多亏了修蹄小哥的帮助，这下奶牛终于可以正常的走路了。